用力呀，使劲儿，再加把劲儿。多谢佛祖保佑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看把你急的！恭喜你了，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可爱。麻烦你，辛苦了，改日定当重谢。好了好了，去看你的妻儿吧，我要回去了。一定来参加我儿的诞生仪式啊！好的好的，快去照看妻儿吧。我的好儿子，别哭了，妈妈在这儿。老婆，孩儿怎么哭喊不停啊？不清楚啊，我刚刚喂过他，他不吃，只顾哭闹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给我哄哄，不会得了什么病吧？哦哦哦，我儿的脚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施主无比惊慌，你家的婴儿得的不是什么病，是因前世所做的孽缘所成，之后每晚便会疼痛，白天疼痛自会消失。尊敬慈悲的佛陀啊，请免去我儿的苦痛吧。施主不用央求，这是每个人的因缘宿命，你们只要好好抚养长大就好，愿力成熟时便是他脱离苦难之时。我可怜的孩儿，不要哭闹了。哦哦，夫君，把孩儿给我吧。夫君，这都是我儿的造化，佛祖显现开示，我们理应好好抚养。夫君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是啊，看孩儿这般模样，就叫他跛子吧。老爷夫人。啊，怎么这样啊？夫人，你看这一切，我儿真是福报啊。是啊是啊，我都看到了，虽然这样富有，可我儿一出生就遭受这样的罪，我心疼啊。怎么夜间出现这么大的院落，好壮观呢。是啊是啊，之前破烂的房子去哪儿了？哎，好奇怪啊，昨晚我还在他家接生，怎么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富有啊？生的男孩女孩？是个白白胖胖的男孩，长得可庄严了，不过左脚有点畸形，不会是婴儿带来的福报吧？说不好啊。就是啊。快看，施主出来了。各位乡亲们都来了，今天是我儿跛子的诞生仪式，都里面请吧。施主的乡亲们抱着所有疑问，跟随施主进了宅院一探究竟。在跛子的诞生仪式上，施主把跛子出生后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乡亲们，乡亲们无不赞叹跛子的福报。从此，舍卫城的人们一提起跛子的名字，一切善愿都能如愿达成。跛子，吉祥的跛子，我老夫就一个儿子，还随国王的军队去打仗了，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，请吉祥的跛子把我儿子平平安安地带回家吧。母亲，母亲。
母亲，儿子，我的好儿子，你回来了，快让母亲好好看看。跛子，吉祥的跛子，愿我母亲的眼睛能是明朗的。我能看到了，我能看到了。吉祥的跛子出生后带给人们的福报，受到了人们的感恩和尊敬。但跛子每晚还要承受疼痛的折磨。五岁大的跛子在白天开始学习世间八观察等学问。跛子在父母的疼爱中慢慢长大，但跛子的痛苦也从未停止过。直到有一天，母亲，你来了。亲爱的跛子，昨晚疼痛得厉害吗？我可怜的孩子。母亲，孩儿已经习惯了。跛子，现在的荣华富贵我也无从享受，只要你的腿不疼了，要母亲做什么都愿意。母亲，不许母亲这么说，我的病是天生的，请了这么多的大夫都没能治好，看似没什么希望。是啊，就如世尊所示，这是你前世的孽缘，今世该受到的报应。又是报应，又是世尊，世尊是谁啊？如果他有这般神通，知道我的前生来世，怎么不把我的病治好呢？再说了，人哪有因果报应，都是骗人的，我可不信。跛子，你真是太无理了，遭受了20年的罪报还是不思悔改。世尊就是受到世人敬仰的释迦牟尼尊佛，这些由不得你不信。哼，亏你还读了这么多的学问，你太无知了。母亲，孩儿错了，我这就去忏悔。是真心的吗？是的，母亲。去吧，好好的悔过。阿弥陀佛，请世尊宽恕我儿的一切罪孽。你好，你好。吉祥的跛子，你好啊。你好。吉祥的跛子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要不要我载你一程啊？谢谢，不用了。那你慢些走，驾。哎，你好。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们好。慈悲的世尊，我用紫鲜花供养你。吉祥的跛子，你好，也送你一朵鲜花吧。谢谢你。你知道那位比丘是什么人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他就是无上尊贵的世尊啊，我刚才还送花给他了呢。再见。哦，再见。世尊，你就是释迦牟尼佛？你怎敢直呼世尊名号，太无礼了。阿难不外，我就是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吉祥的跛子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前世做了什么样的孽缘，如今遭受这般的果报？你说呀，快说呀！你根本就不知道吧？还敢在这骗人？你休得无礼！没有关系，吉祥的跛子跟我来。
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在衔接人寿20000岁迦瑟佛住世的时候，印度鹿野苑有一位大优婆塞，博学多闻，非常了不起，大家对他就像对待上师一样的恭敬供养，他便把众人供养他的钱财全拿到寺院里来供养僧众，僧众对他也很好。某次他带领一些信众来到寺院时，刚好遇到僧众正在诵经。这是什么故事啊？都是编出来的，不听不听了。啊，师尊，跛子去哪里了？大家不必惊慌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怎么还会飞？喂，你是谁啊？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大优婆塞，僧众诵经时，在家人是不能听的。你们请出去吧。我们听听又何妨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出去没什么的。大优婆塞大居士也要出去吗？他对寺院做了好大的功德，居然也要被赶出去吗？是的，在家居士都要出去，这是寺院的规定。你，还有你们，每天像跛子一样坐在法座上，我做了这么多的供养，今天竟然把我从经堂里赶出去，在这么多人面前也不给我面子。你让我听，我还不听了。你刚看到的大优婆塞，就是你500世的前生，你也已经遭受了500世跛子的恶报，现如今是你的最后一世。大优婆塞后来也想通了，便诚心发愿忏悔，最后在临死时，他发愿道：希望以我一生中共僧持戒的功德，生生世世众人一提起我的名字，事事都能吉祥顺利，希望我对僧人恶口咒骂的恶业不要成熟，一旦成熟的话，希望在我发心出家的一瞬间即灭尽。慈悲的佛陀呀，请宽恕我所犯下的罪孽吧，我愿真心出家，我出家后持戒诵经的修行，清除我所犯下的罪业，请师尊收留弟子。现在愿力已经成熟，跟我走吧。师尊慢走。这是供养你的斋饭，慢走。多谢。啊，太神奇了，跛子腿好了。原来跛子的前世是这样的。我们也要共僧持戒，多做善。最主要不能犯各种罪孽。